product area.右手突然好的，好。 12月16日，天姐姐生日，我们也要移动了。今天也是一直下雪，好冷哦，拜拜。
嗨嗨，今日影片，好，录一小段，因为这样才看得出雪况。动力不足，过去了啦。冰球哦，不是冰球桥。我觉得雨刷没有力啊，有力。他在等我们两个吗？不对，他在倒车。我本来以为他在等我们两个走在路上。凉野滑雪结束了，对吗？对啊，车子又被埋住了 again。我的，烦啊！把拿那个，手好冰哦，脱不了。但是有手套啊，比之前好。还是很冰的。
要把它震掉了。我要去拿那个鸭腿吗？那你抓这个。我们要抓那个，我要去拿那个，我要去拿那个什么？刷子？对，我刚刚就跟你讲，我要刷刷消防车。那我那么快就把它抓出来？对啊，所以我才说你才不懂我要干嘛嘞。不用刷了，那个是盖子在刷，不要再刷，你就刷你的。哎、欸，哦，毛卡住了。你说抖一抖，这抖的差不多了啊，可以了吧？帮你抖过了。好、啊。好了。好，嘿。刷一瓶啊。本来这个开久了，东西飘进去。先放再说。刷两下，刷两下。也特别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对不准。你特别这个动。好了，可以了啦，可以了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要再往前一点，这样这样不行啊，这样关不起来。啊，倒了。可以的，有关。我给你放啦，叫屁呀、啊！关得起来。先等一下说。